是年轻人获胜还是老残穷获胜呢？马上进行今天的游戏王。好，马上各位进行我们全新的单元。是的，单元很简单啊，看队友的舞姿就可以猜出这到底是哪一首歌啦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这个跳舞的人是你，我说一辈子，我刚骂脏话，我怎么样这一辈子都猜不出来？哎，怎么可能？有一些舞蹈里面，它有些标准的动作，你一看看得出来。比如说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对你哎，不玩不玩，对不对？你以为很棒吗？你以为我再跳一个？你觉得这个不好，我再跳一个。Michael Jackson， Thriller， 这是什么歌？这是什么歌？请倾听，对不对？千人比千人，因为刚好我有看那一集，哎，跳得好好笑哦，好像赵哥，赵哥最经典的舞步，你说好笑？赵哥来，我们跳一下给他看一下。没有 popping 嘛？来，你们两个来，你们一起，你们两个一起，好，一起一起，一二三，走。你气走了三个舞蹈老师，你现在在纠正我的动作。好了，不要再开玩笑了。月月队先攻。好了，要跟月月队呢，先呢挑明了讲了。第一次看完答对就是两分啦，第二次看就是一分啦。好的，麻烦两位参与题者请起立，请戴耳机，还要起立啊？然后赶快转身，我们这边要来抽题了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这有难度哦，很简单，是吗？这个有经典的舞步哦，两位准备好了没有？是，没问题吧？因为你会跳吧？好，我会跳。来，请开始。茉莉，你在干嘛？有像哦，有像哦，可以哦，可以。陆素月应该是找不到回家的路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公园。有像吗？哦。哎，谁请到你们两个伴舞也算他倒霉。哎，有，他应该是夜店最精彩的。哎，讲话。那个慢半拍，慢拍。我觉得月姐跟孟多罗拍不出来。朱叶，真的很对。那右边的欧巴桑是什么东西啊？停，耳机拿下来。哎，在过程中你们就可以猜耶。哦，是台湾歌手吗？有，这可以讲吗？这可以讲的，好啦，再讲吧。自己人啊，台湾歌手。哦，我好像有看过这个 MV， 因为他刚刚有这个动作。哎，你可以跳吗？可以吗？哦，拍蚊子是不是？有点类似像。说出来，萧亚轩或者是许怀玉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吗？的什么歌？因为我们是要说出歌名呐。你女生的吧，女生的吧。好啦，女生的啦，好啦。你认识女生？对，因为他们就是跳的跑子很娘啊。那是陆硕燕。哎，我在模仿他。可是很像妖，又有点像妖怪手表。哦，我跳来。不好意思，刚刚已经讲了台湾女歌手，台湾女歌手有摇滚。倒数五秒，九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回答。啦啦啦啦，那个萧亚轩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不好意思，你刚刚摇他是要跟他求救吗？那你可能找错人了。爱的主打歌。恭喜，答错。还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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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干爹。God， 再给你们看一次，但是这一次答对的话只有一分哦。准备好了吗，两位？认真看，认真看。请戴耳机，两位请就位，请开始。像花总没有风，白飘了会有用。
脸的陆秀燕为什么跟赵哥抢酒喝？对，感觉就是有点脱光了在夜店。唱太瞎了吧？公园早上的时候，陆秀燕怎么比李毅瞎？李毅在活泼什么？我们看不懂。好惨。陆秀燕真的好尹乔伊哦，完蛋了，停！跳的基本不一样啊，两个都差很多，出总监吗？哎，我在拍子上玩，请告诉我们这是哪一首歌？爱无赦，爱无赦，梦多 OK 吗？可以，这个答案 OK 吗？可以，我不知道，到底是不是爱无赦？恭喜，答错。太难了，很难呢。还有招牌动作。到底乐乐队这首歌是什么歌？对，想起来了，你没在跳，跳个屁啊！哎，我有跳啊，我有跳，没有跳是，对。好了，那两位的舞姿怎么样？你们有批评是？超烂，谢谢，谢谢，这就是我们要的答案。恭喜我们这一回合乐乐队零分哦，换我们两两队。进攻，请立戴耳机，而且转过去，对对对。小扣转过去，贾斯汀走出去，谢谢。不要，贾斯汀强棒哎，谢谢。好嘞，抽签是不是？好，这个好了。好的，简单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到底绿色的签什么里面？应该不会。说不定我很会跳啊。什么样的 ？Oh my god！ 这个真的有点硬哦。哦，这硬哦。好快哦，是不是？我记得很快耶，这首歌。二位，请准备。因为很快哦，哈，来，预备备。天哪！哎呦！哎，有像哦，还可以哦，表演不错，比欧姐唱的不错。两个人在节奏上，这真的很快啊！有戴眼镜，很难。来来来，很难。哎，两个耳机拿下来。对对对对。我觉得我跳得很好哎，他们算跳得蛮好。我觉得跳得很好的，而且我觉得好像有看过哎。所以是哪一首歌？但是这个有点像那个台语的哎，不是台语，不是台语的，是巨星，巨星。其实他们有一点萧亚轩、蔡依林的感觉。哎，一开始我也有觉得，是不是？啊，野蛮游戏吗？哎，不可能啊，他有眼镜哎。眼镜？那你想想看，谁有戴眼镜跳过喽？萧煌奇。萧煌奇不太好跳吧？哦，做这个。谁有戴眼镜？哎，好难猜哦，怎么办？不会，其实很简单。来，最后如果没有答案就直接喷喽，随便讲一首歌。野蛮游戏啊，但我随便讲啊。野蛮游戏，请喷。我刚刚就跟你讲，不是野蛮游戏。但是我想不起来了，什么歌？但是动作又觉得好熟哦。来，请戴耳机。你的野蛮游戏真的随便讲哎。对呀，没有办法。第二次，二位请准备，预备备。有点认真哦。哎，其实蛮明显的耶。
真的是啊，男女就大不同了，看就知道。那个动作到底是谁啊？一定是蔡依林。哎呦，转身，两个应该是跳，因为他们蛮像的，对啊，他们蛮像。旁边伴舞的不用学。对，哦。开始，请放下，请拿下耳机。哎，这么明显，最后那个动作这么明显，我是觉得戴个眼镜啊，很明显。蔡依林没有戴眼镜，再给你一个提示，张惠妹不是女生。哦哟，罗志祥嘛，我知道那个 MV， 我知道，但是我不知道名字。嘿，他最后有戴眼镜。对对对，然后他很多都有戴眼镜。对，没有，那个，而且刚才他又穿银色的衣服，还白色的衣服。哎，刚不是耶。哎，真的吗？完全不是。刚 MV 的男主角穿红色的衣服。真的？哎，我知道哪一首，但是我真的讲不出来，好痛苦哦。你随便来一首都可以，欢迎也可以，一枝独秀，一枝独秀。我觉得答案是罗志祥没有错，但不是一枝独秀，是更难的。爱得住苍穹的呢，这真的很难，很难猜。所以这一题两队一样没有得分，再度攻守交换。今天呢，派出了两位呢，都是跳一次就少一次的两位啊，好不好？到底他们跳的可不可以让两位心领神会，猜出歌迷呢？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。我们今天志在参加，不在得分。对，我觉得我也不要指望他们好了。但我说不定搞不好今天赵哥就突然间蹦就回。我也觉得，我好想看赵哥。我还以为说赵哥今天突然蹦，躺在地上就破处。哎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马上帮我叫救护车哦。不能拖，不能拖太久。那看是要救护车还是打电话给白云哥呢？这个是见仁见智啦。那我们来，两位请戴上耳机，请转过去，转身。哦。猜到我就跟你离婚。好，来，两位请转身，请转身，我差一点请翻身，请翻身。我打火，如果你猜不出来，这次是我最后一次上节目。赵哥蓄势待发，哎，准备好了吗？期待哦，期待哦。请开始。是在拍哪里？赵哥好老派哦！我们跳下来了，走！哎，你们跳的怎么跟荧幕里面不太一样哦？你们各跳各的耶！赵哥你要去哪？我的天啊！赵哥你看得到荧幕吗？赵哥你有跳起来吗？赵哥？天啊！什么不要拿？你给我拿下来！拿下来！我们已经很尽量了，很累很累。他们两位跳的是什么？尽力了。什么歌？是人类的吗？废话。真的嘞。有点不是人。为什么有点？有点像男生，要做那种摸腿的动作，又很像女生。刚刚中间我们还跑了一首。看你跳舞的感觉。对啊。你还有一个人下。刚刚一个很好记的那个。对。这样。然后。不好意思，艾瑞森，我们请你来不是取笑他们，告诉我们歌名。男生还女生啊？我觉得赵哥看赵哥跳，我好像在看幼儿台哥哥哎。我们刚跳，最好是。我们刚看你跳，我现在看附件呢。你这样讲是侮辱了幼儿台的哥哥。他们还比较会跳哦。我挡住嘴。
好了，快点歌名啦。男生女生，你跟我讲。可以讲吗？可以讲吗？第二个来讲，不行，不能。我觉得是男生，那个是人类就对了。男生。可是我觉得看他的，我只能说动感。我好像每次都讲动感。动感，对啊。这歌很红，对，全台湾没有人不知道。我觉得有点像是台语歌。哦。有点像台语歌，因为它有些舞姿蛮台的。哪里？所以。我原本觉得会是谢金燕的练舞哦，所以你看到赵哥跳，你就觉得是台台舞，对。因为我觉得一共哎呀，如果以台语歌动感方向的话，我目前只想得到谢金燕，所以我目前就猜练武功。哎，有答对吗？练武功，请喷。赵哥还有梦多要准备跳第二次了，听前面的观众朋友们，你如果转台的话，你会后悔一辈子。请开始。哇，梦多到底在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我觉得应该也是谢金燕，然后他有这个动作，然后又有这个动作。谢金燕，我在想会不会是 B B B， 因为他真的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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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然后他是有点这样子，这样。他也有一次就是这样子。下次不要叫我跟他同一组。我好想杀了他。不好意思，赵哥，这也是他的心声。如果是说大家都知道的话，嗯哼。哎，那个董事是他唱的吧？董事是他唱的。这两个有点易怒，所以答案是。你不要跳，你要讲的，你跳不好看。董事，有什么？哎，没有，没有叫董事。你的答案是。跳准。哔哔哔。我们要公布答案了。不是在干嘛？那首歌叫什么？答案就是恭喜井喷。你神经病吗？你真的看出来了耶！董事，教我姐姐。简单，你听不懂中文是不是？教我姐姐。连我们外国人都知道。好可惜哦。在后面那个就对了。唯一可以得分的机会，就毁在李毅跟艾瑞克的希望。我有压力。恭喜我们。信心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是什么。哎呦，哇 ，My God， 很难吗？很难吗？哎呦，这个也是经典的，经典动作，但是，哎，这个，哎，这个很经典。好，来，请他们转过来。好，那我们要放。来，预备。
个天哪！哇！我真的很难啊！不想面对现实。我懂，我懂。为什么小抠像装了电池的兔子？我很卖力耶。其实有一些动作是蛮优雅，他跳起来好像被雷打到。对啊，尽量电池，尽量电池。我想说动作大一点，你们比较有记忆。我觉得是女生的，女生的我也觉得。然后认识你这种比较野癫的，的听的音乐感觉，对，比较不是那种浪漫啊，不是浪漫，不是那种，因为这题目不可能有浪漫的。我提醒，我提个提醒，没有比较，我给你们提醒。你要说什么浪漫？我说比较，来来听我提示，动感。我可以先说吗？小亮哥，我期待你的答案。蔡依林，我呸！就是，因为他刚这个有这个有什么？这可以给我们看。走啦！这样。哎，好像有吗？觉得啦，我不知道比欧是不是有吗？动起。艺术家，这个会不会是大艺术家？很像。你现在在笑我吗？我们要打题。你谁？什么歌？来，好了，请确定艺术。我是想说，是不是大艺术家啦？你有确定吗？我不知道比欧，嘿。比欧大艺术家可以吗？还可以。那就大艺术家了。好方式了。大艺术家。请喷！天哪！看我的动作大一点，你的动作还不够大吗？我觉得你动作太大。不好意思，小偷，要第二遍的时候，麻烦你动作越小越好。请戴上耳机，预备备。半夜一天的一切，浪荡水间面，几乘每天的万人登上地上大火，六零年代欧洲情人底下导演太牛。我想请问一下哈，中间为什么有一段金敏在是这样？因为 MV 这个女生只有这样。那她为什么这样？因为后面的人在动，只有女生有这样。新歌还是旧歌？
还真不知道这个是新还是不久前。对，是不久前。不久前，对对，算是蛮新。我呸！你干嘛呸我？不是，不久前，因为我刚刚有回想，我觉得如果不，因为我呸跟大艺术家，大艺术家比较前面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们说不久前，这个不是同一张专辑啊？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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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久前，不久前，我呸。四个字，四个字啊，不止三个字，四个字。给你提示，我 play， 我呸。答对。反正我们答对了，恭喜梁安推获得一分，这回合是寥寥队长胜利，好年轻哦！好的，马上为您进行台语传话游戏王，来，乐乐队的阵容如下啦，哈，来，请戴上耳机，请关门，谢谢。这么多真的是也讲不好。算了啦，他都排第二棒了。好的，老蔡，请抽一张。我觉得抽什么都一样。这个哎，古今中外都有的事情嘛。对对对对对，外国也有的发生。有有有有有。好，没有问题啦哈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计时开始。三艾利可以 ，OK。Anchovy。一张三千。一张三千。飞机班。飞机班。飞。Anchovy。Anchovy， 我不想，就放弃了。一张三千。送什么？一张三千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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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机班。飞机班。秦又北，杀鸡巴，杀鸡巴，杀鸡巴，秦又北七，秦又北七，秦又北七，杀鸡巴，秦又北七，杀鸡巴，秦又北七，杀鸡巴，杀鸡巴，秦又北七，杀鸡巴，秦又北七，杀鸡巴，对，杀鸡巴。塞里，塞里，塞里，嘿，秦又北七，秦又北七，秦又北七啊，秦又北七，哎，秦又北七，杀鸡巴。停，我知道，请开门。不是，我给你们一个最大的提示。OK， 这个跟娱乐有关。哎呦，这个哎，不要说我们不够意思，好不好？跟娱乐是有关系的，跟娱乐，没有骗赵哥。不好意思，我在录影。三个字的国语嘛，哈，国语，国语。还是这样啦，我们开放一个阿健老师提示，好不好？哎，可以哦，可以嘛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阿健老师，麻烦请提示这三个字，有请。这真的好难哦。等等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哎嘿嘿。
哇，太多了。所以赵哥，您的答案是？我现在都没有帮你那么多，你还在骂我？我跟你讲，对对，怎么会有这种音？嘿，牛马。您的答案是？太明显了。牛叫啊。嘿，所以牛。所以答案是？牛马脏话。牛奶糖。牛奶糖，恭喜，答错。简单，今天最简单就这个了啦。你一定会猜得到。应该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来来。这个一定要得分了啦，好不好？请开始。两个字，两个字。干电话工，干电话工。上车飞机，上车飞机。上车飞机，上车飞机。干电话工，干电话工。上车飞机，上车飞机。你讲错的，两个字。干电话工，上车飞机。那个你干掉我讲，上色逼真。对 ，Go Go Go Go。下一位，那个你，那个你，那个你，干掉我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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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掉阿公，干掉我讲，干掉我讲，干掉我讲，干掉我做这一句吗？干掉我讲，谁？三啊！我阿公怎么了？干掉我阿公！干掉我阿公！干掉我阿公！下面一位，冷爱丽，冷爱丽，干掉我阿公！干掉我阿公！我阿公！我阿公！干掉我阿公！干掉我阿公！那时候，冷爱丽，冷爱丽，干掉我阿公！干给我阿公，对对对，蛋给我阿公，但我给我阿公，蛋给我阿公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两个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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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蛋给我阿公，对对对 ，OK OK OK， 蛋给我阿公，不是要没错，蛋给我阿公，蛋给我阿公，我阿公 OK OK， 两个力哦，两个力，下一位，两个力，两个字，蛋给我阿公。真的，蛋给我阿公，蛋给我阿公，蛋给我阿公，就这样，蛋给我阿公，真的，蛋给我阿公，两个力，蛋给我阿公，没有了，就这样了，蛋给我阿公，你看后面还有什么吧，蛋给我阿公，他们就跟我说，蛋给我阿公，蛋给我阿公，请开门。我可以问一下，从哪边开始歪吗？你以为是赵哥吗？你炸了！你炸了！我跟你讲，太认真。第一次讲完，我们全部吓到，太精准了，你知道吗？是我，是你没有理你。我至少我是忘记了第二句，但是我没有歪。对，我没有歪，因为你一直问他。忘记的第二句，康康有跟你讲几个字，总有两个字，两个字，这是没有错的。给我阿公，阿公需要吃饭呢。从头到尾我没有听到台语，给我阿公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所以应该是单挖贡，或者是单好挖贡，或者是之类的。嗯哼，两个字。提示吗？提示一样，跟赵哥的一样，娱乐用品。对不对？娱乐用品没有错吧？没错没错。那认真还记得住吗？你还记得住吗？就是一定会玩。第一句只记得第一句。对对对，我真的忘记了第二句。哦，对对对。哎呦，娱乐用品两个字。嘿嘿嘿。提示好明显哦。两个字的娱乐用品是什么？哎呦。嘿嘿嘿，要不就骰子，要不就骰盅。嘿嘿嘿，所以你的答案，骰盅好了。答错。骰子，
赛制。怎么会想到这个部分的？娱乐部分啊。啊，很多啊，麻将说哈、啊，这都是啊，排期，这都是、啊。小气财神啊。骰子啦，好了，答案公布就是，可惜，很抱歉擦肩而过啦哈，恭喜我们乐乐队，没有的，换完两两队了，好了，两两队的第二次进攻，请戴耳机，请关门。哇哇 ，My God。哇，这个五个字，哇塞，这也算难的，加油，算难算难。我真的觉得刚刚我那一题是最简单的一题，真的最简单，不好搞，哇塞。对，来，预备备，请开门。嘿，五 AD， 五 AD， 五 AD， 七十岁，七十岁，卡掉二十岁，卡掉二十岁，耶。五 AD， 五 AD， 七十岁，七十岁，拍到二十岁，拍到二十岁，嘿，七十岁，拍到二十岁，七十岁，拍到二十岁，嘿，七十岁，拍到二十岁，在台中夜市卖鸡蛋糕，七十岁，拍到二十岁，七十岁，拍到二十岁，七十岁，拍到二十岁，他眼神空。七甲龟爬的立甲龟，七甲龟爬的立甲龟，龟哩，龟哩，七甲龟爬的立甲龟，立甲龟，忍者龟，七甲龟爬的立甲龟，七甲龟爬的立甲龟，对，几个字？五，七甲龟。爬的立甲龟，哇，你有头绪哎！七甲龟，爬的立甲龟，立甲龟，七甲龟，威力，七甲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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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爬的。立甲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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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甲龟，七甲龟，爬的，立甲龟，说一次，七甲龟，爬的，立甲龟，威力，七甲龟，爬的，立甲龟，七甲龟，爬的，立甲龟，七甲龟爬的立甲龟，七甲龟爬的立甲龟，七甲龟，五个字，维尼，五个字，对，七甲龟，七甲龟爬的，七甲龟爬的，七甲龟爬的，七首歌，立甲龟，在这。我刚刚说什么？我还想问你在讲什么？来，请关门。你问我？哎，你们这对好好笑哦。第三棒，法比奥问小扣说：“我刚讲什么？”小扣问法比奥说：“那是一首歌吗？”五个字，是一首歌，是一条瓜。谁跟你说是一首歌？七条龟是一句俚语，俚语。它其实是形容一件事情的悬殊，差距很大。门不当，门什么户对？门当户不对。那这是四个字，门不当户对，门当户不对。门当户不对。好，门当户不对也是可以。对，门当户不对。确定哦。对啊，有差距啊。确定了，好，请喷。有接近来，队长，请你直接说给小扣听，我们听吧。我觉得我搞不好也猜不出来哎。五 AD， 嘿，七十岁，七十岁，卡掉二十岁，七十岁追到二十岁，哦，什么吃？老牛吃嫩肉啊！老牛吃嫩草，没有一个字。哎，我们差好多哦。太难了，好歪哦！我好开心啊，不是我的问题。